如果说黑猴是粗犷型巨蜥的代表，那么接下来这个就是精美型的了。不过人家两口子上房揭瓦呢。绕过来看看，在这儿呢，韦氏树巨蜥。有的朋友可能想，这不早在柏林水族馆见过了吗？这会儿咋改名了呢？不一样啊，柏林那个是绿树巨蜥，是翠绿色的，而这个成体是黄绿色的。看不出来是吗？来来来，把缸子打开，哎，这么看才清楚。嘿，你看呢，拿尾巴卷着树干，把自己往上拉。嗯，他可能是没想到饲养员旁边这人居然比饲养员还积极，他也是愣住了。哎，是个男孩儿。看这近距离尾巴的特写啊，不像其他巨蜥那么僵硬，这个确实能当套索用。哎，走吧，没事，一会儿就过来了。韦氏树巨蜥原产于印尼热带雨林气候的米苏尔岛，和它其他的树栖亲戚一样是高度树栖的，所以环境中不仅要有树干、枯木，还有阔叶植物来体现雨林感。这时候，大叶的橡皮树，也就是印度榕，就是不错的选择。底部也被石块加固了。好了，经过耐心的等待，它终于要过来了。在这里啊，再给大家看一下树巨蜥的日常行为是什么样的。你们看，它现在的动态，高速的吞吐舌头，同时自在的转头，活动灵敏轻巧，说明它在处于一个积极的探索阶段。反正如果行动缓慢并伴随着深呼吸的话，就说明太紧张了。哟，这么巧啊，这是下来喝水。这喝够了，清理一下口腔，刷个牙，抬头咽一咽。其实在这个光线下刚好能看出来它们跟绿树巨蜥的区别。绿树巨绿的跟后面的叶子一样，但这种明显偏黄，所以韦氏也被叫做黄树巨。好了，经过我的死缠烂打，隔着玻璃终于让它放下了戒备，开启了好奇模式，开始在这附近探索了。各位现在要注意啊，本视频最宝贵的片段要来了。你们看啊，玻璃已经擦得非常亮了，我跟它直线距离可能不到10厘米。那它是贴着玻璃看的我吗？不是，它和玻璃保留了一段距离，无论是靠视觉还是靠舌头，它即使对我再好奇，它也能意识到前面是有玻璃存在的，这就难得了。回想一下，你们是不是见过贴着玻璃一直挠想要出去的蜥蜴？其实这不能说明绿树巨聪明多大一截，其实大部分蜥蜴都能意识到玻璃的存在，只有环境丰容不足、活动空间过小的时候，它们才通过挠玻璃来表达自己的不满。不然它们怎么不去挠内壁呢？对吧？因为内壁一侧代表的是躲避空间，一般蜥蜴饲养中躲避是够大的，但活动空间不足就得去挠外壁了。像现在这样，即使已经非常好奇了，但因为内部空间满足了需求，所以在他心里啊，玻璃不再是屏障，而是他的保护伞。他知道我进不去，所以现在的行为就不卑不亢，非常坦然，大大方方的过来观察我。这种状态就可以完美还原野生个体在野外面对新鲜事物的状态。这也是为什么在欧洲很多养爬的本身就是自然科学家，因为这种观测成本比野外低多了，对吧？但想要获得这种体验，你必须要先付出的就是施展它全部能力的基础饲养条件。好了，玩够了，走了。也许你会想啊，他们天天住在这里，不腻得慌吗？腻了不就有刻板行为了吗？好，黄树巨这个环境就非常教科书。大家都看出来了，树巨的精力非常旺盛，这环境丰容再复杂，人家一星期也能探索清楚，那养这么久怎么就不腻呢？咱就不唠专业术语了，找这个问题的答案啊，你可以去幼儿园，你看看那些小孩是不是拿这个玩具能玩好几天，是不是给他个小游乐场他就能一直玩下去。还有那些因为疾病导致智力不发育的儿童，是不是就一直玩那些成年人觉得特无聊的东西。对，所以觉不觉得一个有丰容的环境腻，其实是和智力和认知力有关的。
这就是丰容的意义。在蜥蜴眼里，这些丰容设施就是游乐场，只要丰容到位，他们不会像你想的那么容易觉得腻，或者是觉得腻的周期很长。那么定时隔几个月换一下丰容物的摆放位置就可以了。这不只针对蜥蜴啊，对猫科啊、灵长类啊，包括家里的一些圈养宠物，其实都适用。之所以啊给这黄树这么多镜头，是因为它的行为体现出的教育意义实在太深刻了。它更像是一个爬行类行为需求的缩影，因为它的活动量你是能直观感受到的。其实每种动物都有自己的活动规律和方式，我们有时候对动物的认知啊非常主观，看的时候人家不动就觉得人家真的不需要动了。所以有的人即使养了很多年，很多种还是停留在收藏囤积这个层面，忽略它们本身是个有需求的活体而不是藏品这个事实。好了，这小伙子陪了我这半个多小时，估计也累了，大家目送他回去休息吧。说这么多啊，咱来放松一下，看个空港。